我今仔袂清醒啦，但是咧照顾伊，啊，不过咱上好伫外口，爱去查着伊。啊！志同，志同，人还平安呢？你是这里亲孙孙，但我真正唔敢。 我袂离开伊，我不准你离开啦！是安怎我袂当离开？你拄则无听子孙讲了，子彤即马上需要就是安静啦，你莫离开哦，甲吵啦！你要安怎怨恨我拢袂要紧，你要安怎甲我拍，要安怎甲我骂，我拢袂要紧。不过子彤，子彤是我怀胎十个月生出来的。 你是我的查某囝，我是伊的妈妈呢。你敢讲我讲唔敢听啊？你亲像哦，无你的心肝啦，你敢有资格做人的妈妈？爸爸，即摆大家心情都无好，想要甲爸钱啊啦。有你来，你即摆有担心伫个，毋免烦恼啦。子生啊！ 子彤的代志，当初毋是开一大笔钱，拢已经买断解决啦，哪会阁出这种状况啊？这代志哦，我有请公司发布先处理啊，先针对网络上有上传、甲散布相片跟影片的人哦，提告散布猥亵物品罪。我嘛找骇客，针对一挂关键字、伫网络上哦，甲子彤有关的档案哦，先删除。啊，袂你迄边我嘛联络啊，所以这风波算起来是走到阿罗来。 你安尼做吼真对啦，哎呦，赶紧停损啊！若无吼，子彤是袂堪。这黄家聪是家庭就大心，伊竟然甲反背，当初甲咱约束，伊只替我了，佫继续伤害子彤哦。我一定要去报警查，甲伊告死啊！妈，唔免啦，我调查过，这代志哦，甲黄家聪无关系啊。 伊甲电脑摕去修理，阿爷印着哦，完整修复了后，进前删除的档案哦，又搁出现啦，啊偏偏伊甲别人添着电脑啦。你讲我啥嘛拢听无啦？迄个罪魁祸首到底是啥嘛？凯宏讲这个人生的爸老朋友叫做杜光亮，所以今嘛去处理啊。又搁是杜光亮？爸，啊你是安怎咧讲啊？你是实际人哦？ 警方有调查啦，咱的美国人吼，下斗个凶手有可能吼是杜光亮啊。阮唔知吼会去问迄个廖董的，啊，谁知影啊？这块杜光亮吼，甲恁妈有关系。伊吼就是恁妈用钱买收，啊，要去陷害之前的凶手啦。妈，是吗？ 是恁妹妹，互人欺负较严重，还是甲我算数较要紧啊？你掂掂啦！我啥都想无呢，这杜光亮敢若完全无熟识，啥都事事行行拢要针对咱林家，咱家伊也无冤无仇，啥无道理啊！ 你真的醒了，啊！你真的真的醒了，啊！这嘛感觉安怎？有倒的无爽快无？子彤总算是清醒了。你若是手机帮我顶关，遐相片该也变是要安怎？哎，好律师，拍者，这间病房的病人已经真济啊，是毋是麻烦你赶紧请医生过来一趟？好，我去请医生。谢谢。 子彤，子彤，谢天谢地，伊真正无代志，啊，若无妈妈，真正活袂落去啊！我宝贝啊，孙尚敖啊啦，阿妈就知影，啥物拢拍你袂倒，因为你是上乐观的查某囡仔，爱笑的人天公伯啊，生个笑命命。子彤，困饱吼，困饱起来就对啊啦。
等你回访哦，爸就带你去踅街、踅百货公司，啊，看你若要买啥哦，爸拢买予你，啊，带你去食大餐，甲你补身体哦。妹妹啊，你看，爸大细心啊，这么严重。啊，不过我这次袂食醋，只要你心情好，更好起来，那我拢袂要紧。你管啥事？你管啥事？你管啥事？你先弄了子彤啊！他起码先弄，子彤那边呢？先别紧张啦，有嘞时阵脑震荡哦，卖造成情绪不稳定啊。子彤，子彤来，子彤乖，子彤乖哦，妈妈在家，你别惊，妈妈在家。子彤，你乖，你乖，我保护你，你别惊。我今晚是什么情形？子彤，那也去婆送单去啊？子彤，我是阿妈，你真足看，这拢是你出来的人呢。子彤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把欺负你的人哦，把伊抓出来，好好把伊教死的，哈！你走，你走，我绝对让你这个小宝啊！哎呀，子彤，敢是因为何爷计较围剿，这个手段才变到安尼？子彤，我是妈妈，你看我清楚，我是妈妈。我叫你走，我叫你走，我是外快的你，我叫你走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放手，你紧放手，妹妹。子彤，别再来，放手，放手。子彤，我是妈妈，子彤。乖乖哈。李倩，我没什么状况，麻烦你看一下。子彤，你乖，我会保护你。咱先先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妈，你得来陪我。好，我会陪你。咱先陪阿姐，乖哦，你上乖啊哈。我叫安安上好。哎，我问你哈，林小姐，叫什么名你敢知？别记你啊，不过你拄只叫我林小姐，我应该姓林。啊，无只徛遐尼侪人，你敢有识识？你家己名叫出来。子彤，我是阿妈，你别记。子彤，我是爸爸。我是林哥。子彤，别记你啊！阿姆哥，我讨厌伊。子彤，你真正讨厌妈妈？以前啊，我查某囝这种状况是暂时的，而且真正失去记忆啊。台湾上高的山是玉山，乌龟的龟，你写我看。你袂晓家己写，而且即摆大家拢打字，哪有人搁咧写字啊？你嘛莫问我一加一等于几哦，我唔是笨蛋。那无我问你，眼妆要安怎画？你讲看卖。爱心加睫毛，再画眼影、眼线，安尼哦，妆较袂灰起。阿姆哥，你唔知影嘛，不要紧，放心，我袂甲你当做有病。
哎呀啦，子彤讲话听起来正常，啊，不过拢怪怪的。那是因为啊，伊一般上色的部分并无影响到，但是伊的记忆有受到损害啊。医生，阿姐的状况当时也好啊，那就歹讲嘞。你之前发生过一件代志，我不应该讲出遐个话。我知影我即摆讲啥物拢袂赴啊，但是我欠你一句实的，实的。子彤，你不要这样，我会伤害你啊！子彤，哎，郑连枝，阿妈，你先过来啦，阿文哦，子彤一点了，够。你先让我过，别过去，别惊。来，子彤，子彤，喜欢，喜欢，喜欢，你别惊，我保护你。好，快点，姐，来配合起来。来，你乖，乖，乖。好，你给我出来。你紧跟我讲，杜光亮这笨手，人到底在倒位？你若不讲，我就随卡电话给你爸爸，也告你这顶。普照会的西残雷一网打尽，恭维啊，恭维啊，恭啊！好啊，你讲来讲，我讲出来你就莫后悔。你这款人，就干那知影怪别人，唔知影检讨，逐天就是怨天怨地，你嘛无要想看卖，你会变个安尼，拢是你家己做得来。我是在做啥？让你害到凄惨落魄，你即马，我想要泡垃圾水池啊，身躯顶，我想要替杜光亮安康，真正，真正是没见笑，没见笑人是你。你进前就甲杜光亮做伙，当初你是怨太伊无出团，你替伊予警察通缉的时阵，你挑故意报警察抓伊，人对你是一片的真心，算活了你的绝情。人找你算账，拄啊好啊尔。你敢点咩？安怎？计小当生气啊？你这个人做这样多歹代志，所以你的囝儿是谁来替你承担错误？你唔知影检讨，搁爱找别人算账？我跟你拼！了当的。实在真歹势啦！你有兄弟的过来甲你交流，我实在是无法度啊！即个当早来家拜托美华啦，要拜托我什么代志啊？美华，我知影吼，我若提出。子彤搬去甲恁住，对伊来讲是足为难你的啦。林峰进前哦，对你做遐尼啊侪无可能原谅的代志，我嘛辜负你。阮真正无理由，请你出手甲阮斗相共。啊，不过医生有讲，然后子彤搬去甲丹青住，对伊的病情恢复有真大的帮助。我这个做老爸哦，真正想无其他的办法，唔才这尼啊高明的话，来找你斗相共。阿姨，我求你答应阿爸要求啦。子彤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你千万唔通因为伊妈就对伊有偏见，我保证。我甲丹青会做伙照顾子彤，尽量袂去甲伊添麻烦。